白痴，他合牌分数是可以累积的，那就分数打一打，后面就不用打了，是不是？不是，我想说我没有打啊，怎么又算累积到这边来？80多万的什么80多万的？好，什么意思？那打一打就不用打了，真好。100多万分了，啊，只要那么多、哦，不是，是你们私下一直玩，他、啊、平时就在玩的是有差吗？那个超过50万的不要进来了，啊，进来每个贴一下你们的那个、哦、分数哦。跟太高的打哦，啊，这个80万的踢掉是不是？嗯，啊，结果鼻孔里面又长另外一颗痘痘，同一个鼻孔里面啊，难受啊！你要走？超痛苦哎、欸！所以番茄你人到底在哪里啊？痛啊！然后翻过去了、欸，你在路上，到了发地址给我，好啊。哎、欸，还有那个，虽然很对付 HTT 啊，但我那款应该会移除，不应该会移除安装啊，好对不起 HTT 啊，那么贵的游戏，不是说后面不会再开，只是现在不会开，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要习惯，就是左类比推下去不要加速的话，除非我那个珠子就不要玩了。你看魔物加速是另外一个键，艾尔登加速是另外一个键。嗯，啊，要打招呼吗？嗯，好，西敏安安，嘉伟安安 ，K A I P I N C H W E 安安，阿宇安安，西敏按过了，狸猫安安 ，L I L Y 安安，叶胖胖安安，啊，这边的话是花音安安，干，你们都没换的，我不安哦。リエジ。等一下，哎，杰宇安安，
你该不会是 YT 的解阿语吧 ？DIPPI 晚安安，对我讲讲吗？那念翔吗？对我点翔成，安安，雪莉安安，哎，没有啦。会立这一张是因为那个啦，我想要打招呼，懒得去点。这样，我这样讲。好的，你好，你好。翔，原因应该是那个吧，降龙伏魔那种东西吧。啊，我要跟阿旺问一下东西。阿旺，阿旺，阿旺，又来跟你好再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うん、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嗯。角。哎呀！哎呀！还是自摸啦，真好真好，好玩游戏。粮食又减了一万三了。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赌盘赌盘，开始预测。リーチ、ツノ、粮食游戏、ドラニ、繁星地、ハネマン。一。二三四，有人飞，一分钟，好不好？开始预测。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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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想打很难等的正厅哎。不会啦，你一定是太少看我打日麻了。我们兔窝有一句名言叫做“正听自摸真简单”，好吧？我们兔窝的打麻的那种名言叫做“自摸真听正听真简单”。没有啊，主要是因为打电脑啦。如果实体麻将的话，我早就炸糊了。那是西敏啊，那你肯定是太少跟我玩。我那时候新手的时候，啊，他们说：“哎、欸，会正厅不要不要。”我说：“啊，可是还可以摸得到啊，就自摸给他们看的、啊。”对吧？静安安，牌面上要出两张啊？没有啊，啊，这就是有阳寿游戏啊。真阳寿，好，你要不要去看我上次解个任务解到四暗刻？任务是要自摸啊，我四暗刻了，我摸到四暗刻了，但是任务不算，他再打一场，哎。
理解。看这太爽了吧！龙，马特罗。抱歉，抱歉。小小野猫是谁？我怎么觉得好像知道他是谁？地址。干你谁？我突然感觉知道，我知道你是谁，但是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很少出现啊？没有，他是不是很少出现？我记得很早以前有看过一个野猫，可是之后你就野猫，你是不是很少出现啊？你是不是万年潜水仔啊？勾挂台，骗子！再说挂台的，我要开始考试了。吉米都说他挂台，没啦，挂台跟听台又不一样。周鸾啊，他之前为了玩奇乐家的图啊，对对对对，想起来，没错没错没错，就奇乐玩一下就没玩了，不是玩一下没玩，是体验太差，都是我死欸。狙击也是狙我，杀手也是杀我，警察也是查我，我要玩屁啊！哪里？哪里？リーチ、ピンフ、タンヤオ、ドラ。你那个离我家超远的欸。你那个在那个了吧？你那边离我家超远的欸，怎么会说离我家很近？还是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的？奇乐已经倒了啦，奇乐他倒了，找不到了。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你竟然开车好妖哦，开什么车？妖。对啊，你在红毛城欸，那边是看得到海的欸，我家是看不到海的欸，大哥。我光是看到星巴克三个字，我就知道离我家超远。哪位好心人可以说房号？你去看 YT 拉回放。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哇，可以遗弃的哎，可恶。ラン。拉回放好懒，哎，必要ありません。当你真的想玩的时候，回放还是会拉好。你要知道，
懒得出门，你肚子再饿，对不对？你还是会叫外送的。我哪有胡同一个人？我上一场，我第一场自摸哎、欸，那上一场才2000分哎、欸。立即。你为什么会经过轻轨啊？照理说应该是沿海吧。你去红毛城应该都是直接沿海比较快啊，怎么会走轻轨这条路啊？立即。トンダブトントイトイ本一。你每次都拉回放啊，我想跟我玩啊，但是讲不起来。啊，讲是这样讲啦，对不对？好问题，司机不是我。刚才想说我来开，受不了了。其实我昨天是开玩笑跟男女说，好啦，啊你开台啦，什么之类的。我今天看到他开的，我想说对不起，他真的开了、欸。我有点过意不去欸，我有点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啊，完蛋了，人家真的开了怎么办？是不是因为我情绪勒索他？情勒王。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游戏标签是没改，怎么了吗？我改，我改，我为了你改嘛。等一下，先打牌。谁？感谢冰山。哎、欸，不对啊，我蛋你啦，蛋你啦，蛋你，没看到我在打牌。等一下啦，等下时间结束。缺魂麻将。嗯，开不开台都看他，哎，肯定的吧，就是要勒索他一下。你可以参加吗？你抢得到当然可以啊。存什么档啊？我看一下，小真安安，不和小和真安安，哎。他应该是在乱换呐，没事没事，给他换给他换，他不要重复换就好，他重复换把他踢了，重复换马上关掉那个系统。以前骑肉真的很疯，之前还有段时间玩锦衣眼神丹抓机。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哇，你人怎么那么好啊，西敏？那个小和真，你是有在看台吗？不要一直换欸，你换的东西都很奇怪。我们之前玩到后面，玩到我已经快气死了，所以通通都是选狙击啊，选特工，大家都是特工。感谢羊的13个月，感谢西明镇定，我讲哦，西明，谢谢你的镇定。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而且我刚醒还没吃饭呢、啊、哎。那时候都花卡花钱买卡片。哎，我没有买过卡片欸，都没有体验到那个杀手卡，然后是特工卡。阿香安安 ,Hello,Hello,Hello。
耶、yeah, 繁星一位，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选择结果。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还是我们第六个盘叫做繁星飞了。哎呦。好诶。我没人飞。哎，肯定的吧。为什么加藤一个人在上面呢？哎、欸，加藤，你玩的那一款我好像有玩呢、欸，叫做什么绝什么什么？靠，突然忘记名字了。黑暗与黎明是不是？对不起，我没那款耶。感谢零一的会员。哦。加藤是不是没在看台、啊？加藤是不是没在看台？点名时间：加藤优一，加藤优一，消失的光芒二。哦，好吧，好吧，加藤优一，加藤优一。噔噔噔噔，酷哦！加藤优一，加藤优一，听到请回答。リーチ。加了一个妹子的 line， 四八 G 很大，对，重点他还很卡。那时候我的电脑撑不住哎、欸，那时候，那时候才跟我讲，我才知道。电脑的，我那时候有电脑还不错，就发现我电脑根本跑不动，我玩的画面会稍微卡，但直播出去超级卡，哎，气的，气的，气的。它其实就是中世纪的那个啊，剑与魔法的 ARK。那其实那时候本来有想问那个 Amigo 的要不要试试看这一款，但是又很怕说自己推的游戏，然后被嫌弃说无聊还是怎样的，想想就算了。被谁推坑的？那应该会是我吧，我不知道、欸、因为兔窝没听到有人玩那个光明黑暗、啊、黑暗光明。感谢几月的19个月，林安安，细凉安安。哦，鼻孔好痛，哦，鼻孔真的好痛哦。
啊靠大声。三色同順ドラ。那好小哦。ラブさんドラ猫五ドラ猫。我都不知道我是流鼻血还是鼻孔痘痘的血块，你知道吗？安装才快三小时，那还好吧？你看一下魔物猎人 GTA 5，但这样就要梦想哦，哎呀，不对，大家都有梦想是不是？不对哦，大家打出的牌好像都有意思哦。你们牌是不是很好啊？嗯，鼻孔一直有血块掉出来。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我劝你是不要梦比较好，我劝你是不要看台比较好。你Steam买了魔物却跑不动，更新啊，不不，去那个啊，升设备啊。升设备很简单吧？你是为了优主播去买魔物猎人？嗯，火鼠安安，哎、欸，好像 YT 那边的不会叫哎、欸，等一下哦，啊，你不要喂我哦。不要最后跟我讲说劝你不要梦比较好，最后还喂我。呆鱼安安，看一下。リーチだ。啊，看来不是会喂的。看一下哦。福奇绿界，斗内，应该好了吧？干干，喂晚点干哦，妈，这鸡掰了。哈哈，这鸡掰人！我跟你势不两立。哎呦！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短清没办法清了啊！你看，怎么清？是你妈啦！我排在场上。No点。リーチ、ニャンプ、パニャオ、ドラ猫。
万個百万。哦，有了有了有了。所以比较少地下东西会，所以少部分地下的东西会被做。嗯？ダブルリーチ。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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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你们怎么还想跟他玩？ドラでも捨てるときは捨てるしかない。打牌就打牌，不要看台。我说刚刚啦，啊，直接宣扬说啊，我劝你不要，不要梦比较好。哎，要怎么讲你啊？怎么说，之前就说了嘛，你们要看台，要看可以看，不要看那么明显。那、啊、你在那边直接还在打牌的时候直接跟我讲这种话，你这样要我怎么想要跟你玩下去啊？你懂吗？其他人玩他们都是说用听的没在看，啊，你是直接边打边看，然后直接打字出来，再加上就你那么白痴，我说每个人限打一次，然后你在那边，你那边讲什么？我换账号也算哦。有没有这个白痴在那边打说啊？啊，我换账号也算哦。你用听的，哦，你是听我。那你不要打字出来啊！看牌面也听得到啊！啊，不是啊，那你玩你的啊，跟我讲干嘛？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好吧，那请问你当时开个小号，然后跑进来跟人家抢，那是什么意思？好吧，你不知道，还是说那时候不懂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都说常常人家针对你之类的啊？不是啊，啊你就欠骂、啊。好了，回来了。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不玩了，不玩了，被新敏带到情绪了，小情绪来了。
这两个，他们搞不好还操盘啊，他们搞不好赌我是四位或是三位或是飞啊。对不对？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哦，抱歉，阿万，我现在看到你也要玩什么 build 吗？没有哎、欸。阿一直以来都玩那几个而已，抱歉阿旺，该骂人。我不知道欸，这一季有什么好玩的吗？感谢朔月的14个月。上家跟对家，我不知道欸。欸，上家跟对家，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读哪里？回头玩正火，不是开荒都是玩正火吗？还是要跑升华试炼呢？不然死很烂呢、欸。你下家太坏了啊！我也这么觉得哎、欸。所以我很不想跟他玩游戏，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那种，在狗面前吃大鱼大肉，跟狗狗说、啊、什么东西啊？我有玩正火啊，我有啊。那时候就是玩正火，走升华试炼走得很开心哦。我说哇，不会死哎、欸，玩什么图腾啊，烂死了。你看他就是吃大鱼大肉，跟狗狗、猫咪说啊，你们不能吃这个，你们会死掉哦。为了你们好，你不能让你们吃。昨天说我爱你们，才不能让你们吃这个东西，那不要吃。啊，感谢棉被猫，感谢尤一，早安早安。有啊，之前玩过正火，那个那时候不是还有绑正火的衣服还是什么的吗？那时候你有丢一套给我啊。啊，我是打算开台玩呢、啊，虽然会说什么会被 ban 还是怎样的风险，我想说，可是看其他有些大台也都是用。用汉化、啊，有带勾勾的都有用汉化，人都没事。想说应该没事的吧。小六安安，对、啊、我想说 ，ban 台风波应该是过了啦。对啦，反正 ban 就不玩了。你是说被 ban 台，还是被 ban 账号？リエジ。让我捡到神圣。ツノ。NPOE 账号哦，那真的会很痛哎，怎么办？在上面花好多钱哦。嗯。哇 ，POE 的东西哦，痛，那也只能认了。哎，只好默默回台服玩了，是不是？嗨，夏西，吉敏，快点，你自摸口了那两位啊，我就二位了哦，吉敏加油！我已经今天往上爬了，好不好？你只要想办法扣了啊，没有了。
啊，没办法，烦心事会哦，没有人死，好不好？力气，艾夫你也刻了不少。平夫、丹妖、ドラ。我其实也在想说要不要回台服哎、欸，不然这样子很多交易也方便，我们也看得懂。萤幕好多可爱小兔子，不是？哎、欸，四位，发放奖励，没有人伤亡。而台服物价很可怕，对啊，没办法，一堆机器人。好啦，西敏没事啦，国际服两倍，唉，不然怎么办？很难过哎、欸。那时候，哎，英文，那时候就一个，最近有一个女 V 妹子跑来我的台，然后都看她在玩 POE。然后他说他只玩了两季而已，我看他装备看起来明明就像是玩的十几季的那种人。他说我就突然想说啊，你是玩台服是不是？他说对啊，我说哦难怪，台服东西送太多了哦，好好，我干你娘的嘞！有没有梦想？哎、欸，鱼仔，你很久没出现了哎、欸，快想死你了。最近开台时不时都会 Q 一下，你都不在，哎，还说人都会在，只是在剪片，骗子。台服后面赚要有技巧，哎，就等你教我那个技巧了。直接问号，我气死啊！哎、欸，牌还不错哎、欸，不然我们新增选项了好不好？九中九牌，嗯，我到现在还不会挖矿赚钱，我还是喜欢去打那个盗贼。但是我真的在剪片啊，但是你没有在我的台出现啊，你要怎么说鱼仔当家？我最近是看你玩原神玩得很开心嘛，那时候点进去看在玩躲猫猫，还跟观众说我躲这个位置会不会太过分啊，我还是稍微动一下好了。你看你剪片你开台我都在，不不不不不，你开台我都有在啊，我开台你去哪了？欸，你知道 JT 的 Twitch 不见了吗？我昨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欸。到这也可以，现在雨图天赋啊，对啊，就是那个嘛，不是那时候有选一个，结果哈记那时候不是说他的画面上面一大堆那个精英怪，对不对？ Super Gen 安安永远十四，原本十四变永远，不是就是因为打字太危险啦、啊。你在聊天室起哄，哄一哄就是可能，对不对？讲到不该讲的东西。你们那些什么萝莉控之类的那些打字注意点，可能打一打会害台主被编台，害我都不敢讲话。你怕你你怕你讲话被编台是不是？你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他们好像是控制兽，好像说可以。第一季二十几只哦，对啊，没有那一季我们有玩啊，那一季就是去年的啊，去年年底的版本的、啊，那时候我们一起玩。啊，我是因为阿尔宙斯绑架去阿尔宙斯玩，哇，我那时候不是那个吗？回音。回音致命之喜哦、喔，
全然啊，尸体爆破回音致命之息那个流派啊，我那时候玩的好开心哎、欸。现在这流派还可以玩吗？致命之息，然后死完长老、哦，尸体爆破。我是怕我自己被 ban 台，才不是担心台主。那好久了。我查查，好啊，不然我要继续玩那个流派。不过那个流派我当时玩起来成绩之前好痛苦哦，是靠哈记他干爹帮我配装起来，我才还好舒服啊。随便玩一下下，我最高也是玩到90等吧，90等后我就没有了，我就不行了。可以混一色吧，你是玩一下下就没玩了？没有没有没有 ，POE 这东西要靠自己玩起来真的很难。他每季都是新游戏啊！我那时候也跟那个谁聊，那个你们对《暗黑破坏神4》有没有兴趣？那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暗黑破坏神他改的东西其实没有 POE 多，所以他们与其去玩那个 POE， 你懂吗？但是组成方式不一样，不用拿笔了。哦，さっきのは打ち間違えたか？哎、欸、呀、啊，我之前那种可以玩吗？就是尸体爆破的那种，我忘记之前是玩啥、欸，不是说玩啥，之前那个是玩什么？暗黑比较简单，哎、欸，你要确定、欸，哎，那是因为你知道暗黑怎么玩呢、欸、？POE 好玩就是好玩在它每次更新都是新游戏，尸体爆破不，尸体爆破是为了那个致命之息的东西，不是因为那个啦，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寂寞在想你。那时候会要干、欸。哦，是削弱血量，宝宝。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ごめん。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哎、欸，啊，也没机会啦！天哪、啊！天败！リーチ、ピンズ、タンヤオ、ドラニ、マンガン、ツム、ピンズ、タンヤオ、ドラ。玩那个要研究就是了，不是因为之前那个流派他回避到80几%、欸，然后又弹又不会死，哎、欸，那时候真的是玩得很快乐，哎，那时候是真的我在怪堆里面挨了大概8秒9秒都还没死，哎、欸，你说快不快乐？你快不快乐？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
弹起来就舒服。对啊，哦，好爽哦，那个又弹又可以吸血，然后东西又会追踪。你不是之前就说你要好好研究正火？哦，从去年讲这句话讲到今年，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爆炸剑点燃图腾也算造价的灵魂哦，对啊，那个女 V 就是玩爆炸剑的啊，她就是爆炸剑嘛，丢出去，然后什么丢下去才射一发怪全死光，我看得好爽哦。我昨天买完棺台后要去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村长的时装，然后说哇，看你跟小雨都穿得好帅哦，该买一个了吧。很扯哎，怎么可以那么好看、哦、然后我们昨天不是去挖矿吗？就是我们昨天又经过了一个，我们上个礼拜经过一个洞窟，然后发现他隔壁一点点而已有个 NPC 可以学技能，所以我们是想要经过刚好摸一下嘛，想说因为我们那天想要绑人回家，又看到有人，我们就冲过去想绑，就发现不是他，不能打不能绑，然后他说哎、欸、怎么可以学动作，然后被误会说什么哎、欸、你们怎么自己跑去探险没有揪，我说不是，真的误会了。我现在正火虽然才5000血，但是免疫砍电冰冻流血护甲超高，很少东西可以瞄我了。请问可以抄吗？哎、欸，那你在那个矿洞里面可以待多久啊？那个黑暗里面可以待多久？过度专程录给我，好啊好啊，我晚点再来，我有开再敲你，不会是现在，这群疯了，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什么？没有啊，就是啊，不是说了，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就开这款就好了。设计机制对正火不算友善，可是我们阿旺玩得很开心欸，没事啦，游戏玩得开心就好。繁星有玩原神吗？没有欸，欸，我不玩原神是有个原因的啦，但这个原因是因人而异啦，就是欸，当时他们在玩原神的时候，还没玩原神的时候，其实原神的负面评价很高嘛，就说都是抄袭什么之类的。他确实也常常被人家抓到，就是一些 CG 图啊，还是什么图都是人家仿画，然后就是盖上去的那一种。所以这是我不玩原神的原因呢。但是我没有说玩那个人不好，我只是说我不想玩那款游戏而已，所以你们玩的话我没有关系啊。设计机制我自己觉得烂，根本懒得进去。什么机制？原来那、啊、像我干爹有很多在玩原神啊，我也没有制止他们说不要玩那款游戏什么之类的，我只是说我不会去玩而已啦。
啊，原因就只是基于这一点，就类似第五人格吧。你们也知道第五人格就是真的是纯超了。然后还有白痴小弟弟会说第五人那个什么 DVD 抄袭第五人格，对吧、啊？就是我不想要给太多的，就是，那种怎么说？没有想要给太多自己的看法啦，就只是没有要去碰而已，懂吗？今天没有要宣战，就只是个人纯粹的偏好。你可以玩，不要逼我玩，对啊，就像还有一个迷你世界。可以吧？拿迷你世界来说的话，总共32层，爬到最后的奖励很。设计机制就是爬塔，然后有另外一些量，只有房，这只有挖矿吗？因为那时候不是你玩一玩，玩到一半有个很像类似一个可以选的房间。哦，你是说这一季的那个机制是不是？地层被怪物打到会扣到零就失败气。龙，哎，恭喜有人飞了啊！恭喜投五的人，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最棒了。干你们什么每个都投飞啦？哎，有人飞啊！私の勝ちですね。开始预测，我要加一个喽。哎，那个叫什么？国士无双那叫什么牌？溢满吗？还是叫什么？哎，国士无双那种牌叫什么牌？忘记了，忘记了。哦，溢满哦，没错嘛，溢满，好，有人溢满，好不好？赌局越来越分哦。这才说超不适合哦，原来不能被打啊。看来我要来完成那个牌局了啊！我来了，我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如果被溢满打飞的怎么办啊？你们决定，应该要有个第七个选项，被溢满打飞是不是？请问有人被溢满打飞怎么算？他设计有补偿位啦，怪物越靠近决心扣越死。リーチ。你赶快合好不好？但我就是全部略过紫挖矿哦，对啊，反正这游戏也都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等，好了，我把它解决掉了。来，现在是我们的回合。リーチです。啊，我真的该剪头发了。不是说剪头发，我该去整理头发了。
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因为完全没有剪头发，然后刘海也没有修，那导致现在很痒哎。構わない。Come on。ロン。リーチ。真逸ドラ。ハネマン。不对，我应该要先看一下，看一下哦。有人飞还是比较多，是不是？哎，我侍卫的话是不是通杀啊？那我是不是要故意侍卫一下？对不对？哎，我要维持侍卫喽，各位，拜拜。还有这局没赌，没有，这一局就是我要看哪一局没有人赌。你看三位有人赌嘛，四位没人赌，所以我就是要在四位弹船，然后回收这些钱。好耶，好耶，小心你飞走，飞走，白痴，飞走，他们赢得更少，好不好？在想啥？我飞走，他们拿的钱是最少的。我有差吗？我没差、啊。没有就讲了啊，你们看，反正你们看赌局嘛，你们看哪一个边没有人选，你们就选那一个。你们只要选那个就可以，就可以赢得全部的钱。哦，不行欸，这个鼻子，我上礼拜那个鼻孔里的痘痘才好不容易消掉，现在要长新的出来哦，多么痛苦！你还是回来了欸。努力拿下二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他会再回来一次，你要想一下，他已经出现四次了，一二三四。
リーチ。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てない。やっさいだ。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あらら、しょうがないの。おほほほほ。おほほほほ。小鸟。天杯。看，不是我不爬好吗？没有这个机会，西敏没了，好不好？西敏醒来。到时候你上线看完什么缺啥再敲我。好，谢谢阿旺爸爸。啊，鱼仔，你原神玩的如何？有很开心吗？观看有起来嘛，对不对？你说利恩哦？对啊，不是啊，利恩他是用小起点啊，利恩他之前曾经是这边最富的一个人，然后他赌到没钱，开始送小起点。主播，我刚去换钱回来了，我都想到那个画面觉得好笑哎。给开司一罐啤酒。请问一下，场外那个忘了我是谁，是第一位。谁？ちょっと惜しいけど、使わないんだったら足手まといよね。给开司一罐啤酒。ポンです。就有人说，请问你是怎么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对不对？问那个存到第一桶金的人，他说不要生小孩就有了。你不要生小孩就有人生第一桶金了。砰！砰！我再慢慢维持四位，加油！感謝します。没事，我逃了，我逃了。好的，我还是四位，加油，繁星，可以的。只要他们不要飞人。我就有机会，哎、欸，不对，我丑就好了，对不对？哎呀，飞啦！真的是18000哎！哦不，我都算好了哎、欸。
ドラミ。哦，是两万四啊！他专家。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 Super Game 飞了啊！选择结果有人飞。好了，来继续。在聊天室乱打字也可以拿到一桶，什么桶？他两场合清一色，哎，别说了，他妈的，我的绿鱼色就是被他毁了，第一个绿鱼色，我人生的第一张绿鱼色就被他给毁了，他不给我机会，难过。来，这时候看一下，主播一买没人，没事，我要等全部开完，我再看，我才要看一下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好的，我会努力合意满牌的。好难。看，你的台真的有毒哎！第二颗神圣。不好意思欸，你可以关掉我的台了吗？我等一下还想去刷社会欸。不好意思，这位阿万光照，你可以关掉我的台了吗？不好意思欸，我的眼泪在掉了。我看到的社会一个不见了。我之前私下刷色，我也都是点开其他的台在那边刷，然后刷到，然后我就绕干选下一个人的台。对啊，我就到处去吸阳寿啊。ツモです。天罰を下りたまえ。没事，空语等一下就四杠子了。感谢西敏送给空语的会员，把订阅。啊，还好，好，的牌好。好的啦。没事，小牌小牌。那场就天和了。原来是贿赂。不好意思，西米，你投哪一边？你投第二位是不是？现在是送给场上的人订阅去贿赂吗？呵呵呵。这太明显了哦，我喜欢。
へー。那贿赂教主要多少？不是啊，我也想要二位啊，我抽不到啊，你当我在随便打哦？要维持分数很困难呢，你等一下再给我进来一次。落ち着くのだ。マ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はイカ様だ。絶対やっちゃダメだぞ。リーチ。给我变。龙。等一下，小六，你是操盘，你是赌一位是不是？六六没赌吧？六六打字，让我看看。リーチ。干嘛不赌？赌个十块啊！どんです。哎，为什么？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他粒子棒没被收走啊？还是他还没丢出去就被吃走了？ロン、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リーチ一発ピンフドラ2ドラ羽マンリーチピンフリーチうん。我的天哪，看一下哦，六，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有谁投一位的？我们先提前庆祝一下吧。对耶，我觉得很飞。リーチ。
人要逃了耶。最后一刻都不能松懈，哎，你这次没有赌到。你干嘛？啊，什么脸？六六快飞了哦，快飞了哦，快飞了哦！我不丢个西风，他也没有啊。他也不是不想丢，他没办法丢啊。哇哦哇哦，差点！哇哦！俊，トイトイ、ドラニ、マンガン，免费猫抽盘！哇哦！リーチ、ドラ，可惜了，免费猫！天哪，好可惜哦！你刚刚手是不是很抖，很紧张？没事，教主这次被面包糊一下就可以了。面包？あれれ、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我们现在关系这样称呼的、哦。哎，请问为什么你有这个头框？甜菜安安，肯定要国的吧？一满没有人投哎、欸，我要回收点数哎、欸，啊要抽的哦、喔，又要钱哦、喔，这什么死要钱的游戏啊？编码。我可以换保底的，没钱啊。你要想想我，你要想想我，为了天才麻将都大护法了。我只是觉得我那时候很幸运啊，私下实抽而已就中了盒，然后就收手。不然那时候。番茄还想要刻，帮我刻下去。
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です。哎呦，三位了。我可以假装四位啊。嗯，可以吧，应该还有机会吧。立即完了，他立直了。看干怎么天罰を下す。哇塞，成功四位。ピンフイーペーコードラドラリーチリンシャンツモタンヤオドラマンガン。欸，三位耶，我是三耶，我看一下哦，三一个人头，等一下看一下哦，谁投三位啊？样样，我的天哪！选择结果三完成，多少点数啊？两万点呢？哇！就说小赌了吧，赌那么多，活该。啊，你不在上班，去你的！无限葛心，喝水，喝水，各位啉水了，各位。啊！干！哈哈！ダブルリーチ！哎，好可惜哟、哦！我的天哪！好可惜哟、哦！我的天哪！七。哎、欸，等一下，你是谁？你是阿七？你改名字哦？阿七的小号，他、啊、不是叫你说七对子吗？叫你取阿七对子。还怎么没有取？砰！我想说，啊，怎么右下角惊叹号亮了？啊、看了一下，哇！男人给你钱，感谢小月的超级留言。あれれ、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你小号开很久了，啊，你用小号跟我玩过吗？没有啊。違いないのじゃ。监测处理胡把大的，没事没事没事。
我要收盘，啊，看一下哦，地满啊，都有人赌，我要玩什么 ？W E 字母 G 推红一次，白芒。总之不能二位嘛，对不对？总之不可以二位，好。但我现在二位，想想哦，怎么？为什么？啊，你投二位啊？感谢许叶的订阅，感谢感谢。是谁？火鼠送给优一，感谢。哎，什么？哦，对。哎呀，我的溢满牌呢？李锦，どんです。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和他。ポンニャ。あ、没有。火鼠不是因为没赌金？没有吧？火鼠很少在抖哎、欸，哎、欸，他是默默抖不说话，啊，默默赌不说话。七。快跑！快跑！快跑！几位了？一位了，一位了。闹干闹干。七。你还有十万。还是还有十块，我数抖赌了一万五，哇，真的是默默在赌博的哎，这是两个混一色的对决吗？十 W 不是十万吗？红一次多啦！哈哈 ，Tomato 赔钱喽 ，Tomato。リーチ、ズモ、タンヤオ、ドラ。那现在这活动都不能点右边的直接跳过了。哎呀，100K， 那对啊，十万啊。
ポン。ポン。弄啥啦？一直来。我好像可以看后台有谁点数最多哎、欸，只要找一下在哪边。不是吧？一二三四六七八，还好。那个要找一下，干嘛、啊？没有本金的是不是？赔光了是不是？你们怎么了？你们发疯哦？怎么了？哦，上车了是不是？哦。哦，原来如此。会落我飞了，我是要飞谁啊？我自己死掉比较快吧。我自己上车咯，自己先飞。金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欸，上车了，上车了，各位。发烧列车来了，列车来咯，嘟嘟，一二三四，嘿，あれれ、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头一满的各位，我来啦！哦，有人飞了，各位，我来了。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脳天。这车如果开在隔壁台，他会哭。什么谁的台？你的隔壁台是哪个台？阿纪，为什么？他是只要发烧列车一开就在加班，是不是？现在整个很没空看其他人台。不好意思，这还在贿赂吗？你看贿赂错人了、欸，感谢新敏赠送订阅。七。哎，我断腰绕干就好，对不对，西敏？对不对，阿敏？哦，对，感谢，我看一下哦。感谢优一的200小起点，无名的100小起点，火鼠的100小起点，
然后空宇的100小起点，西明的200小起点，谢谢谢谢，谢谢你。哼哼哼，哼哼哼，还在吗？感谢大鱼的100小群点，那位哼哼哼还在吗？哼哼哼。哇，你送到 HTT 耶，我看一下哦，感谢作业，然后送给杰律风大叔 HTT， 然后喇叭铃，天好难听，泡面一碗35，疯子酷一，只爱你一个人，一个秋风秋风窝室鬼鬼拉影。ドラにトン本一ドラさんハネマン。我不该哭的，对不对？靠，哭了。天下無雙呀！干作业你。哎，你们作业你是不是？作业你投谁？哎呀，被树叶干扰到了啦！白痴！我刚在念，想说有东西跳出来，点下去。好，到秋风秋风窝室鬼鬼拉影。操盘了，哎呦！力气！哎，我把把合一翻是不是也可以玩啊？虽然很难看，虽然很难看。把把合一番，你投我四位啊、喔！我看你要怎么。你投我四位啊、喔！我要让你，我要让你后悔，让我投投我四位，我直接去送啊，我就直接送哦。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好饿哦，
还没吃饭、欸，醒来到现在，一口饭都还没吃。龙，你倒是故意放枪啊！我放的啦。你嘴巴再尖一点啊！我放。是吗？我们很听话。哦。不对，这样台会变大哎。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啊！怎么又跳出验证？烦死了！等一下哦，继续验证。ロンですわ。ごめん、遊ばせ。リーチ。是我本人。好丑啊！又成安安。我看一下，怎么又都有人投？可恶！你就帮我嘛，侍卫只有我一个。不是，不是我不帮啊，是我没办法帮你啊。我的阳寿不够撑啊。那你就喂我嘛。那你倒是喂我啊。我赶快一排绕干就好啊。这分数感觉随时起飞，不会的。砰！对，这是不是好多了嘛？你想要维持我，你想要让我维持四位，这样就对了嘛？冠冠安安，但是牌桌上的勾心斗角，嘿。耶、yeah, ！我撑住了，信加油 ！Leech， 棒ですよ。要信你飞了怎么办啊？现在还有可能就是有人四暗客啦，或是九连宝灯啦，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结果他们自己投了，就发现他们不合一门牌。哦，对，和我可能一二三四位的，就自己有一门牌不合。哇，好狠哦！下下没了，好丑哦，烦死了。我在想，你是不是见好就收？见什么？你见不得谁好。七，リーチです。怎么理？你赢了点数，你赢了什么点数？啊！我是不是冲动了？我是不是冲动了？这牌好好哦。リーチ。ロンですわ。ごめん遊ばせ。哎，你栗子，你要怎么喂我啊？我万一赢过你怎么办？哦。哎，好烦哦，好烦哦，好烦哦！哎，完蛋了啦！你这样子，样样会赢我哦。你说我这样会赢过样样？哎，那个，干，干！哎呦，怎么那么烦？打个牌怎么可以打到那么火大啊？我不要合牌就好了，是不是？我先看一下样样，我投我什么？样样你投什么？样样没投。哎呦，叫爽没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天敗。哇，北又被扣光。天哪，样样，天哪。样样，可惜了，不是我害的。摸到我肯定送你，我绝对送你。哎呦喂，这个。我要流口水。
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早安 ,AA20211218 安安。干嘛，你这账号是 201, 那时候创的吗？你要被易满背叛的吗？啊，一开始开局这么多张很香耶。国士無双100万。我听到不妙的声音。你忘记。哇，心被背叛了。何時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心被国士無双背叛了。心选择结果，国士无双，你点的很顺手啊！哇，是不是很刺激？等一下，我挂那个，我挂斗阵的奖励，我领一个奖励哈。现在斗阵挂台有第一把的造型奖励啊，记得去挂啊，随便点个斗阵台去挂一下好吗？我想说一锁不要丢啊，不是你前一秒还打说我要被国士无双背叛的吗？我要被易满背叛了吗？你的手很老实呢。等一下哦，金德预测你明明操盘很顺，哎，走太阳了，走太阳。哎，我有看到温阳开台，只是他是开这个台吗？日麻台吗？那天在看，有看到温阳在开台，可是那时候好像很累，睡着了。不好意思，怎么有个人打说恶心两个字，我很伤心欸。哦，我看他12月24号啊开了日麻，首次游玩雀魂麻将。你说昨天吗？24号的时候，昨天他有开我不知道欸。就很恶，我哪里恶？我又没有撩人，我很久没撩人了。你就恶心。昨天开宝可梦孵蛋，我怎么不知道他开台？可恶！好啦，青菜剩啦。我讨厌国士，我还蛮爱的欸，因为他都是919。现在好像也会开，他是不是叫小太阳？我去搜寻小太阳，小太阳。前往小太阳的台。哎，我好像找到了哦，追随。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谁？我。しまった、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戻ってこーい。って言ってもダメだよね。我应该在翼满后面挂号，非用翼满非人算翼满。哦，应该说先有翼满才有非人啊，这样子。リーチ。哇，我突然觉得背叛人的感觉好舒服，对不对？进，把我从把我拔屎把尿养到大，结果背叛他，你怎么那么可怜？太阳，ドラに。贿赂，你又没有头，你要贿赂什么？啊！你没有投，你要贿赂什么？你投了，我刚没有显示没。贿赂谁？哦，订阅我就算贿赂，我这么肤浅吗？还有，你投什么？我三位哦，等一下哦，好啦，我这一局努力三位好不好？我努力过了。你送那么多，欸，我又不是真的在操盘。你看到国士无双，你又得了诱惑，哦？我只能跟你说，我努力哦。他们一直诱惑我，我没办法哦。是他们一直诱惑我的。しまった、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这证明我是爱你的，为了让你满不息息的自己脸书。你确定那不是意外吗？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チー。ポン。ラン。你看，吉敏是他们一直在喂我的。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没，我是看到教主想要一所，一所刚好又不需要。啊，你不需要那笔钱，你要说嘛，对不对？步步点数你不需要也要讲啊。我看你好像很不想要你。拿坏了，一位万岁！不是徐敏，徐敏贿赂我了，他叫我三位。我去拿个梳子，等一下，我要梳一下头发。我留长头发才发现，说原来我是卷发。痛。没有到很卷的那一种啊，就是。因为我是戴耳罩式耳机，然后我在想，还是因为头发被耳罩式耳机这样压着，压到变卷。什么？哎，你们女生留长头发都怎么吹头发？
都是毛巾盖着吹，还是就直接用吹风机吹头皮，然后一直用手去搓去刷？自然卷，我不是自然卷，就是头发是会就末端会卷起来，你懂吗？你们知道你们有看过《死神的话》？你们知道露琪亚吗？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就是发尾的地方会往外插。我现在就是头发会往外插啦，所以麻烦是这一点。直接吹，直接吹啊，然后吹20多分钟。哎，真的，你头发留长之后，我现在这个头发就要吹10分钟，哎，才会干。所以我能体谅说，有些女生说懒得吹头发，然后说那个，有时候那个吹风机，有时候吹20分钟以上，那是因为你吹太久，吹风机会过热。那过热后就是要让吹风机先休息一下，再继续吹。毛巾先吸一部分水，要再吹。哦，我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你会在浴室先把头擦干嘛，擦到差不多没有水分的时候再开始吹，不然你直接头没有擦很干，你那边全都是吹水。感谢夜猫的245500点小起点，自己的手也会很累。哦，对啊，所以我想去买那个直立式吹风机，它就是很像一个大台灯，又挂，那就是直立立的站在你后面，然后就是会有那个暖风吹过来。棒！那虚月是妹子吗？你好，你好。是，嗨，你好，你好。教主该放枪了，哎，对耶，东山了，该放了，该放了。啊，怎么碰了？不行，不要再喂我了，清明要哭了。碰。对吧？来，这边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另一半呢是留长头发的话，甚至他是为了你才留长头发的话，请在他洗完澡的时候去帮他吹头发，好吧？他会非常感谢你，非常爱你。教主，还是你要看对家要什么？不是啊，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啊。欸，双粒子看得出来要什么，我看不出来啊。你是说我家这位吗？你家那位也是啊，他头发，欸，他头发超长，欸，到屁股，欸，你去帮他吹啦。齐心想飞安安，齐心安安啊。对，就是你们另一半啊，不管另一半是不是长头发，短头发也是啊。来去帮他吹头发。金敏被背叛了，不是被背叛了，东西跳出来了，好不好？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你看，黒さんじゃないので。他喝了什么？我真的看不出来，他需要什么？你看，双粒子到位牌，可怜。哎，所以你是要你缺什么啊？那个醉卧。五条，对不对？我要怎么喂他？我又不知道他要什么。话说一满零趴，欸，可是他有人头，你知道吗？我是看到。他零趴是因为他投大概只投40块钱，被那些其他的盖过去了，所以不能看那个零趴。
对，你要看那个40点，表示有人去投到那边去。所以你要想一下，他0%，如果他赢的话，他是赢了100多%，哎、欸，是100多%啦，快将近100%的钱、欸。好啦，西敏，懂吗？我放枪了，西敏，我现在是放枪模式啊！啊，如果他们喂我牌，我真的没办法啦，西敏。西敏，我在放枪了，好不好？没错吧？我现在的头发、啊，我看一下哦、喔，我要拔一根起来看，没有，就是。上次你们不是看到我照片的时候吗？那时候的狼尾头还不错看。那现在这个发型就跟当时在捏那个艾尔登的发那个发，把头发量一样长，真的很长了啦。就是现在已经不是狼尾头了，现在你扎起来已经变公主头了。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去修一下，至少把刘海啊什么东西修一修。小月于小雪安安日月星辰安安。啊，开一下光遇，等我一下。光遇回火，还有10分钟。李记，叫不习惯就算了吧。没有啊，我在学隔壁的妹子啊，学隔壁女人叫你于小雪，差不多这样子叫吗？砰！感谢于小雪，要这样讲。教主七桶好多哎、欸，我、哦、七桶好多两个啊。哎、欸，西敏，我二位了。顶上，哎，登，西敏，快点，我快三位了，相信我，相信对面的，龙，有了西，哦哟，西敏，你赢了。西敏，你赢了，差200点。你看，全场喂饱饱。感谢小雪送给，沙河剑月来自台中的天龙啊，感谢。西敏终于会笑了，不然他要哭了。看一下哦，三嘛。单位哎、欸、一凡，你睡不好是不是因为没人陪你睡啊？是不是没人陪你睡啊？你可以找找鱼呐，第一局好残念哦，没事啦，赌博这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像利恩刚刚说的，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看看那个元太飞两次，自我复原，哎、欸，自爆，哎、欸。来介绍一下这个伊凡，对，他叫伊凡。啊，他叫伊凡，
测试一下。他是打上雀豪的一凡。哎、欸，你怎么没有改啊？你不是雀豪了？而雀姐。你怎么赌一位？对啊，你白痴哦、喔！你赌二三位还有把握哎、欸！你赌二三位我还有把握，你赌一位我是没有把握啦。相信自己，你要问过在场的三位呢，我可以相信我。你有没有想过有人在国士无双？你看，对家已经满出来了。我的对家开始满出来了，你看我们花音，我是无双听牌了，砰砰，你看八彩已经四张打出来了，你要转谁？你要转谁？不好意思，你转账可以等赌盘结束吗？你要转给谁？还是谁要转给你？你要说你。嗯，哎、欸，新敏，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那个上次看影片攻略是说，人家立直达他的上下应该会比较安全。啊，我怎么知道过两号这么不安全？啊，那个教学骗我。七。砰！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哦，三麻才是雀豪哦。一次，亲一次。哈尼曼。哇，一凡，我等你哦，你回来了。够爱吧？没有了，金敏，你那里多少？我拿30%就好。哎、欸，不过真的讲真的啊，如果真的要转账这个东西的话，要讲好哎、欸。比如说，金敏要转给那个谁六六好了，啊，你们不要跟着去六六那一边哦。六六六可能抖个10块钱，金敏抖个200块给他这样。啊、你们不要通通跑去六六那边投，但我很困扰。你卡住了，烂。啊，现在好了吗？没事啊，你不用打字。哇，没关系，我等你，我等你20秒。那个是干嘛的？啊，就是有人没有点数啊，
啊，可是你想要施舍给他，啊，我就用个赌盘出来啊，反正就是你赌200，他赌100，他赌个10块钱，啊，你把200块给他这样子，就这样子而已啦，没有什么用途啦。好吗？像火鼠那边不是有10万吗？啊，你们读到没有？没有点数了。啊，火鼠今天是说好啦，大爷给钱了，有没有？然后就把火鼠的10万块丢出来。反正我不会移位，我移位，对啊，我不会啊。反正我不会移位啊。啊！我怎么移位了？啊啊啊！我怎么移位了？金敏，那你可以二位一下吗？我快乐啊！你看我对夹。感觉大家都比你有钱啊，你就平时没在挂台啊。欸，我上个月玩宝可梦，也不上个月啦，我这两个月玩宝可梦，我这几个礼拜玩宝可梦，我都开这一个礼拜不算，我一个礼拜之前的宝可梦是开5-6小时以上的。你挂 YT 那不是我的错啊，我一直都有在那时候在 YT 说你们有想要挂点数可以来突起，我是不是有讲？不是你挂台，你挂图旗，你卡屁呀、啊！ツモです。而且每次我在该你们 DC 那一群人都没在我的台的时候，有谁出现？火鼠嘛，对不对？还有谁？无名会出现，就没人了啊，对不对？那时候在该的时候，有谁在？就说火鼠在那边讲话。虽然我知道宝可梦你们看不懂，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在抓颜色不一样的宝可梦而已。リーチ一発ツモドラニドラハネマンハネマン。嗯嗯，打喷嚏哦，啾！哇，我都偷挂，你哦，你偷开台都不说，你偷开台都不说，哎，温阳，那你现在会打日麻了没啊？我那时候是看实定看到你游玩日麻，我想说啊，你怎么会来玩日麻？七，我还以为日麻是你三不碰的游戏耶。所以那时候很讶异，我怎么知道上个班就被卖了？卖什么？没有，我是看实定啊。砰，日麻打发时间，对吧、啊？但是就是老打日麻的人要慎选，好不好？有些人不适合教日麻。你的便当被青椒霸占了，不吃了，挑掉啊！
金娇是遇什么遭遇力啊？忘记了、欸。哎、欸，这场结束，我们换游戏好不好？好，再赌下去你们也没钱了，对不对？对。为什么你要自言自语？白痴哦！我想说你们不理我，我看到安妮的聊天室了啦。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不在开台吗？然后那时候他好像有点手忙脚乱，才会说：“好啦，你给我板，给我刀子啦。”好吗？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怕麻烦到我，然后就是刀子没有想要给我，但后面好像他发现真的不行了，我就来帮他了。可是这造成说，其实我不会图奇的那个投票系统。繁星加兔子每天都吃青椒的，没有欸，不好意思，并没有这件事情好吗？而且兔子好像不是很爱吃青椒呢。虽然其实要看个性的，像布布他就不喜欢吃酸的东西。那时候做最大的那个什么，奇异果干给他吃，哦，那时候弄一个超大的哦，结果他竟然不吃，哎，难过都。西敏，给我道歉哦，西敏。西敏，给我跪下。吉敏跪下，跪下要干嘛？自己知道，我就不教了。吉敏跪下，再换我跪下。吉敏对不起啦，我怎么知道他飞了啦？吉敏拍谁啦？他怎么突然融化了？好奇怪哦！欢迎撑住，把他撑住了。三七八四五六，可是我头飞走哎、欸！哎、欸，嗯。哇，这个人好狠！对，抢进来的头飞走，好强哦！怎样？齐心的 CPU 怎么了？齐心电脑在卡。我们知道何个国士无双了，各位，开始吧。曾经的梦想大师们都不在场上，哈哈。想说花言不打字，好奇图啥？哎，结果是非啊，这也没办法了，好不好？突然到了东市局，才知道魔王在对面。白皮都没有了，没有啊，还有四安克啊，对不对？看他有没有四安克啊。砰！别说一满就只有国士无双，
不对。不是信被我背叛，还是觉得很好笑哎、欸！哎、欸，怎么这样背叛我了？四杠子杠个头啦，啊，就北没了啊！除非他是不是杠个男？把男杠出来吧，一凡。左边的。你在打你的手，哎，走是无辜的。来了来了，立即！花音，要飞就是看现在的花音。看，花音机会来了，花音的画面跳出了。放飞机会，靠腰，花音，你的机会来了，花音，我现在是二位哦。哎，四点了，我要去挂光遇了，等一下、哦，光遇。挂机，一凡走，我们去挂火。龙呀，他飞啦！他飞了，他飞了！ドラニ、ドラニ，他飞了！刚刚被截胡了！哎，好狠呐、啊，一凡！天下无双呀！哎、欸，感谢飞啊送机票啊，有人飞选择，有人飞完成实况预测，恭喜恭喜！怎样，加藤想完是不是？我们先。开赌盘，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我们先开完赌盘，再进去游戏。然后我要叫在场的都给我投。不好意思，等一下在场，一凡，我先踢掉你了。在场的通通给我投会飞，好不好？没有啦，请在场的先说一下你们是投哪边，让赌局更精彩一点。来，加藤，你投哪？天启你投哪？然后这位白板你投哪？一满其中一个就有了吗？对，他被一满打飞的话是算一满的，因为先有一满才有人飞，好吧？但有人叫我抖完，抖什么？有人投十万，白痴哦、喔！你们，你为什么要听他们讲话？好喂、欸，挂机挂机。你是齐星哦、喔？哎呀，齐星投我二位嘛。啊，加藤呢？加藤有没有抖？有没有投？哎呦，他投什么？我要看啊，他不可以在最后才出现呢、欸。丫头，丫头，丫头，你投哪？啊，天启，你投哪？快点啊，打字啦！还是不能切画面打？他投飞。啊，算了啦，都不打字。算了啦，算了啦，打字不打字。等一下，隔壁这是一凡吗？
一凡，隔壁是你吗？我数头十万一位哦，你疯了哦，你疯了哦！你叫我吗？我开着光遇。对啊，隔壁是你吗？你在我旁边吗？是是是，我叫你。好像不是欸，可恶！刚刚看那个阿努比斯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真的来了，哇哦！魔术，我来保住你的一万了，十万了。可是加藤头有人会飞，我是没办法。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ラン。加藤是不是自己想飞？加藤，完了！加藤，怎么了吗？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啊、那这样子要撑到东四局耶，天哪，好久、哦！怀疑人想操盘，哎，加藤加油！那时候，我昨天啊，昨天我侄女就在那边讲说：“贝贝，我说干嘛？你为什么要留长头发？你又不是女孩子。”我就刚刚讲说：“谁规定女生才能留长头发？”她就回不出话，她就看着我外甥，然后她就说：“贝贝，弟弟在叫你，他好像在叫你的名字。”对，我说：“你先回答我，谁跟你讲说男生不能留长头发的？”然后他就哑口无言，一直想转移话题。贝贝，你看他好像在叫你，我一直狂刁他。啊，到底谁规定男生不能留长头发？我说老师说的吗？完了，他如果合牌一直不合的话，没办法阻止、欸，阻止不了他哎、欸。你觉得他说我真的合不到？我们只能合他小鸡鸡牌了，对不对？小鸡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那时候梦到我抓到哎、欸、一次大量发生嘛，就遇一次遇到七八只土龙底离色尾，然后但是遇的地点是在那个魔物猎人那个破晓里面那个龙岩之地那边的
的转角处遇到屠龙弟弟，在那边被烫被烫被烫。嗯，多想抓屠龙弟弟出来。可是后来想想，你看，米米都已经抓到了那个这为真品，然后最小命中注定的来杯茶。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怨念了。好像我已经有人挑战到了，好吧，我不玩了。我说，哎，都有人达成了，那我是不是该松手了？哇、wow、哦！啊，对啦，想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之前不是跟加藤说想玩那个狩猎游戏，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去摸它，哈哈，哈哈。刚刚双粒子那一局好可惜哟、哦！你都不来狩猎，狩猎什么？你说猎，我就是想玩呐、啊。我也比较想要玩那种游戏啊。啊，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就跑去帕迪亚地区了。哎呦！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リーチ。哎，对耶，我怎么？哎，算了，算了。哎、欸，你被镇定到了、啊、，HTT。我怎么没有？哦，天哪！ノーテン。太会了吧，对不对？哎，然后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好像猎犬步伐那个方法被改掉了，因为我昨天走的路线都一模一样，然后去看了影片，我就想说，对啊，明明一模一样啊，而且我还等他。啊、他回去的时候也没摔死。リーチニャ。
艾尔登，对啊，我昨天就是观台后，而不是观台前，跑去试一下那个猎犬步伐，就是那叫什么外箱打法。反正我都正常玩啊，我是不正常的人啊。力气。哎、欸、，HDD， 你颜色可以不用深色吗？还有西米也是，你们可以不用深色吗？黑色背景很难看到、欸，哎，没有，就问问而已啊，因为真的好难看、喔，砰！等下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多深，我深色背景啊，啊，老人家眼睛又不好，我要用多亮啊？来哦，我再示范一次哦，这背景有多黑。看到没有？这是什么 ID？ 看根本看不到，这个 ID 根本看不到啊！你看，我要把滑鼠移上去才看得到 ID。这颜色呢？反正不要深色就好了，真的会瞎。对不对？没有啊，你们可以啦，只是我看你们 ID 的时候会比较久，我会把滑鼠移上去看。啊，这纯粹都是我个人问问啦，如果你们不想改没关系。好不改的话没关系，我改。去哪改？我没动。那个啊，后台啊。还好自摸，有什么好自摸的？你玩得很认真欸，不用那么认真啦，我们都在乱玩欸，因为没有了，不是，我要先保好它，它万一飞走的话全部都没了。你们要玩什么？对不对？先把它养肥，不然他跑掉了怎么办？啊，我看你聊天是我画面歪了，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哦，我再弄我再弄。是哦，欸，要打麻将要把聊天室弄回来，要用 OBS， 很累很麻烦。感谢杰云的会员啊，谢提醒。没事啊，没事啊。你很怕，你怕什么？你分数还那么多，你怕什么？我们现在是怕这个人去自杀，你知道吗？这盘赌局他是头有人会飞，他万一自杀的话怎么办？他自杀的话，这个赌局就不算数了，就通通没了。等一下哦。我们要防止加藤自杀，我要当张老师。加藤同学，你可以的，好不好？嗨，优奈安安 ，Hello。嗯，现在输赢不重要，现在是怕有人去自杀。啊，这个赌盘就没有了。那现在我要赶快爬回第一名。
怎么办啊？站位不好吗？欸，火鼠的十万块欸，砰！火鼠的是十万块欸，砰！这是他平时挂来的欸，可能有赌啦，但是十万块欸，你到底为什么一直每次都说好耳啦？你刚讲话真的是很难听欸。刚刚也耳，现在也耳。看，道歉习惯了，有改。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怎么是这样子的开局？好一张，火鼠，我对不住了，火鼠，火鼠灵牙没了。我所以吗啊，三位好了，不要再抢了哦，没有打了哦，没有打了，没有打了，没有打了，等一下哦，疯了哦，十万呢，有谁投啊？两个投三位的是谁？利恩、晋，天哪！这转账很可怕哎、欸！110,000点数，你到底是听谁讲话的啊？你怎么就被这样说服了啊？内部交易开心吗？请问这个内部交易你们开心吗？蔡一凡，来报一个。蔡一凡，理我一下，一凡，我把手张开了。他们有资本可以再赌，他们有资本可以再送了。看一下哦，200,000,000，哎、欸，还要再打一次是不是？领取奖励，怎么了？你要带我去哪里？我要带你去哪？吧台，刚好在摸猫啊。数债，要数了，要数。感谢火鼠的小起点，没钱了是不是？竟要把点数还给火鼠，啊！你们要补偿他了吗？如果你们是要转账了吗？他打不了字，等一下哦。要转账是不是？转账。这样转给谁？转给火鼠是不是？哎、欸，你们那不要投，你们不要投哦！我试试看你们诚不诚实。转账，然后嘞，火鼠
转账的人。哎、欸，等一下就只有火鼠可以投二哦，好不好？谁投谁那边不乖，也有多投火鼠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火鼠，快点点二火鼠。哎、欸，要怎么看名单是谁？哎、欸，不好意思，你们要转的人好多。哎、欸，谁啊？怎么投那么多？好了，哎、欸，怎么看？怎么看谁投了谁？你投多少啊？哎、欸，有，等下有多的人呢、欸？还有三个是谁？你给了7000，你干嘛给他？恭喜火鼠赢得胜利，实况结果火鼠获胜啊，就这样子，哦，转移，恭喜火鼠独得。哎、欸，伊凡，你会不会看身高啊？你陪我看一下好不好？我现在身高多少？我不会看。我数这个股一定赢。你们等我一下，我真的想知道我现在身高多高。这种火鼠不能打字，还是你一样后面要加个垃圾？刚刚在干嘛？在内部交易。待会要吃饭了，晚上看安妮塔哟、哦。晚上我不开台，我要看安妮。晚上要看安妮直播，没有。你们知道，就是新的那种冒险都比较好看嘛，对不对？看新手玩比较好，但他不是新手了，他为了推进度，都去抓等级高的那边推。伊凡，救我！我知道我多高，你会看吗？走，我们去看。早知道不赖床了，什么啊？你没有，还活该啊！你活该，应该会。那你帮我看，我现在是二还是三？我感觉我是三呢，是这个对不对？是看这个对不对？我要怎么对齐？我有对齐吗？我手放稳吗？因为昨天刻了一下，然后来量，发现好像有点高。可是我脚要怎么站直啊？我是双脚要站直的，不对。双脚站直。哎、欸，它会一高一低耶，好烦哦。中间那要对对，然后对对你打吗？哦，你说头要对准中间这个，可是它会变成高低脚哎。他说啥？你站姿是初始的吗？是啊。怎么会？因为昨天就是。脚站不直，然后又人家说头要对准中间这个圆圆的，可是我对准的话，他脚就变成高低脚了，往外站一点，哎、欸，这样哦、喔，
你可以打在聊天室吗？不然我每次要看你。还是你现在来淡水？番茄不是哦，不是说你哦，你来淡水，然后我手机借你，你来看。这样不行欸，我脚会变这样子欸。不要看我啦，干，我会低头啦。我是觉得是三，那我要喝了哦，我要喝了哦。我是很矮的一，给你参考一下。我叫很矮的一，你这是一骗子。我刚刚比你高吧？啊，我比你高一点，对不对？我现在比你高了吧，对不对？有了吧？好像一样，哎，还是比你矮一点。哈哈哈哈，要站平台吧？来啦，站这里。啊，你打什么字没看到、哦、你站这边，我看我看我看我多高。是一样吗？好像一样欸。可是我看我好像比你大一咪咪呢，还是每个人看到不一样，差不多。啊，我回到一了哦。我一直凑不到零哎，我起码花了有60罐了吧？哈哈，没有零，哎，注定当一是不是？好啦，也可以。好啦。好啦好啦，变回发型吧。兔兔回来。看一下外发型，外发型嘞，外发型嘞。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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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换衣服。如果你这只没有零，只有十只，我就十四很多次啊，十抽十四至少会有三次，很奇妙欸，很奇异。欸，好啦，我们回去挂火吧。来跟各位说一下，现在光遇的圣诞活动，你才萌。也不是圣诞活动啊，就是我们这边雪屋开了，那这雪屋就是有没有上次给你们看的这个雪屋，就是拿来挂机用的啊。你可以，你可以，欸，没有东西，
你可以挑一只很小只的，然后蹲在奶奶的怀里。阿兰的跑图的啊，这边可以挂到15个活，很爽哦。好啦，关于先这样，换手机。要不是没时间，你也想过、啊？不是啊，你就是跑完图，你睡前挂着就好了。来，我们继续玩昨天的那一款吧。啊，关掉。哎、欸，啊、你什么时候去睡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你们9点还要打，就没看到人，然后就没然后了。一凡，我去挂机了哦。好了，哇，你没有跟我报到，报什么？你只能抱歉，不能抱我。好问题，通常是中午12点吧。他前天是11点就去睡了。看一下哦。EOME。为什么这一款不能多人啊？哦，好气哦！一个人挖矿，一个人打怪，不是很棒吗？抱歉，刚刚死定跑出他的广告出来。我们都很难抓睡觉时间，不是啊？你敲我五分钟、十分钟没回，就是睡着了、啊。哎、欸，每次都重来吗？我知道啊。阿棒，好，我好，来鱼骨，好重，好重，好重。继续忙啦，拜拜。能不能快点？怪来了，怪来了，怪来了，怪来了！
玩完这一 round 就休息吃饭啦。HTT 海贼无双是你推吗？还是你觉得看一样是看剧情游戏啊？封面什么时候换的？换什么封面？叫萨尔达无双。请问你说的萨尔达无双是安妮一直想要我玩的那一款？变成你在唱歌的封面，我没有要背景而已啦，不是封面。他玩过了。啊，不就是同一款吗？有分哦，啊，没办法，那女人就喜欢塞尔达。那自动升降梯是干啥的呀？我真的拿到东西吗？没有啊。有一个给大家看看。你还好？不是啊，是那女人，那女人是安妮喜欢玩呢、啊。我那时候喜欢塞尔达是因为她的发型，我很喜欢她的发型，纯粹这样而已。望月安安，我还不能讲坏话了。姐姐的粉丝来了，只能拿一个吗？哎、欸，不对，他可以拿好多个、哦。没啦，不是，我想要玩海贼无双，就是因为海贼王。首先有个三国无双或是战国无双，我也会想玩，因为无双系列很好玩。哎、欸，他怎么开打了？
什么坏话我也想偷听，没有坏话啊。还没讲你就进来了，没有啦。啊，说你姐姐爱的人是林克，没了。这算坏话吗？这不是吧？对，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喜好。雨电安安。好重哟！原来好吧，就没有讲哦。欸，这啥？呜！虽然不知道是啥，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被拖上来的，很好笑。蹦蹦安安，雨恋，你在那边给我回收讯息，找死哦！我看一下哈，你回收什么？没有画面，有啊，明明就有啊，怎么没画面？你想说话，请到图奇说话吧，雨恋。你在那边给我回收讯息，是没爱了。雨恋，你是不是皮了？雨恋，
我忘记了，不小心的，我都不听哦。你会说忘记不小心，那就是忘记了我，好吗？没爱了。干有够久，飞呀飞呀！你之前有问我说有什么类似麦块的？哎呀，这款算吗？入侵了，入侵了，卖爬卖爬卖爬。爆了，好啦，你当麦块玩啊，没错啊，就鱼骨啊。你下班了，哎，恭喜。文物收集，没有欸。欸、他不能带进来吗？占位置。巨大。我爸，我好烂哦、喔！哎呦喂、欸，有继承呢、欸，要死！还是要同一棺材有。走喽走喽，咚咚咚咚咚咚，让单人太累了，那肯定是后面要解锁到很多方便的东西。对不？嗯。哎、欸，知道，我昨天有跟安妮聊啊。那、啊、你问我说什么时候要玩那个灰子周末的，我说那等我纸板啊，有纸板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有个条件就是，我还要再去弄那个小孵蛋的东西，要打小孵蛋嘛，要三个，然后胖丁三个才能解锁灰子。但这小事啦，我光遇先下了，好，拜拜。对，不然就是叫你们传光碟机过来，但好慢哦。剑盾玩灰子，白痴哦！玩灰子干嘛？
那玩剑盾的话 ，HTT 早就借我了。啊，我也讲过了嘛，我就是其实不想玩，已经很多人玩了，都破台那些游戏。也没有说不想玩啊，就只是我觉得会被教是没错啦，毕竟就是早买早享受嘛，晚买怎样，有人就是会传一些神兽有的没的给你。好像稍微会玩了欸，好像啦，快跑快跑，给你给你，这给你，再聊下去，番茄的钱包又不保了。不要不要不要伤害他们！啊，卖爬卖爬卖爬！一代玩到九代，哎、欸，不好意思、欸，哎，请问前三代那个在 Game Boy 上面要怎么玩？玩模拟器吗？杰仔 GBA 模拟器，六个啊，我想玩试射版，我就只带那个尼多王尼多后了，欸、超强哎、欸，那不会带哦、喔。啊，什么意思？啊？月之石前面就可以拿到了吗？可以啊，你去过洞窟就可以拿了啊。你去过那个拿那个化石的洞窟就可以拿到了，不是吗？啊，白痴，我懂了，这干嘛的了？哎呀喂呀、啊，这没救了。月剑山有啊。
然后跟我下去，哦，这还不错哎，哎呦，嗯。哎，果然我想的太美了，也太美。可是色维的话，要第二世代才开始才有啊。月雪安安，月雪安安，怎样？不要再打啦！要死了，要死了！我的血量，我的血量没了。好啦，先这样，让你快速上下，还想带东西偷渡啊？偷一下啊，只能带一样哦。怎么办？我觉得，哎，升降机，哎，算了，跳关跳关。哎，好啦，先这样。我晚上心血来潮，可能八点开一下吧。我七点开好啦，感谢大家，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啦，先到这边，大家拜拜拜拜拜拜。看一下哦、喔、上次有一个想带的，可是哦有有有，欸，他怎么在玩 Rise？ 不是，他本来之前有玩那个玩那个啥珠子，然后昨天有带到安妮的台去。好啦，我们带去这个新的台吧，走咯，起飞咯，好不好？晚上安妮会玩那个，我们去，她要去葡萄学院当间谍，刚来就再见。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好啦，晚安晚安。RAID。好啦，我肚子饿了，我今天都还没吃，就是昨天睡前很饿，然后早上起来还没东西吃。好，大家拜拜。